那你还有老本吗？你还有存款吗？当然早就没有啦，不然怎么会靠朋友帮忙？借几天又剩12块，然后还好有卖一些东西，又有进账。我是不会跟朋友开口的。他以前酒店的人会来找你吗？会啊，会到 FB 密我啊。可是我就算剩30块，我也不会去。而且我去行天宫那个，我怎么可能违背诺言？哇，到底是花黑盆让林薇薇违背与关老爷的山盟，还是也在所不惜？真的是嫁错了，然后我很后悔，我要结束这段婚姻。西地就是拖了一年多还没结束的这段孽缘。我不是有请那个律师写20000块诉状提告，他可以做这个货，因为我户籍在他那。就他们就是寄户籍地嘛，然后户籍地就是说要付一个裁判费1000块，然后结果那时候没有及时付，后来现在裁判那边就是说他们说我有求偿，是变成是说要36000多，如果不求偿直接离是判离的话是3000，户籍是不可能不求偿啊，他这边拉一堆死，我干嘛帮他收拾？我要先付36000多，他们就可以择日开庭，就是我连36000多的那个裁判费我都申不出来。然后我就很急，要不然我才不会想回酒店上班。你现在这样每个月有收入1-2万吗？但是没有啊，几千块吧。上个月房租还是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先汇给我的。你知道我这几年都这样过的，我已经很想摆脱这种日子了。东兴湾这种工作是，你做一次就万劫不复了。报道。